2020，我要练出8块腹肌。我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我要徒步珠峰。我要读50本书。我不再熬夜了。我不吃外卖了。各位，您听我说，他俩的心愿数不清，光说不练是长青。若想这福来个不到长久里，来年还须为心愿多出几分力。我想他俩一样，只有一颗苍蝇的心。心愿年年历，实现靠努力，人生没躺赢，爱拼才会赢。